包里面有小包装，大包装是一个蓝色的袋子，完里面是三角形的小包装，撕开就可以吃了。如果你们要是送人的话，小英建议呢大家买大包装的。那么如果你们要自己吃的话，有没有看见就买这种小包装的就行，这种小包装的，你看。算下谢呀，这个人高富富啊，很假。
两个也行。非要敲，再赶快去敲。10:50的时候在小镇的门口集合。
大家呢今天人比较多，所以呢咱们今天呢一定呢就是在门口一定准时集合哈。